你那里面在脚底下交给你哦，这下面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你去找远的。白痴哦！可恶，我知道在哪了。我发光，我发光。好。我没看到最后一个哎。哎。我不能说。我不能说。我再一次发光。一二，我只看到两个发光点。 不告诉你，怎么下去？不告诉你，怎么弄啊？这个位置啊！哇！我直接发光，我找不到繁星。这边有画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边这个老镜像中这个。所以你是要去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你要出去？有其他路出去吗？还是只有一个？完全看不到那个发光哎！我看一下。 那个，就唐泽这一个人吗？只有这个哦。对你加油！啊，完了，这个怎么下去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们看不到那个人很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看到那个人？一个路哎，超废。一厉害！那个雨月，你继续加油，我找繁星。不要！有没有人可以再用一下发光？不要啦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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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要啦！不要啦！啊，在哪？我看一下，很猛哎、欸，这个厉害哎、欸，是因为太远吗？为什么没有看到？哪里啊？我觉得你很安全，我要去寻找之后还有哪一天。那不要跟跟你走吗？厉害的、欸，很厉害、欸，超强哎、欸，厉害，超猛的，真的是完全没看到啊，在哪里啊？超级。不知道怎么讲，很就很厉害，对，就很强啦，很强。对，提示他是有发光吗？没有，自然系。对，提示，对啊，自然系，自然系。他是真的有发光吧？有啊，他有，他有啊，他一定有，他绝对有发光，绝对有。他有。哎，而且那个位置，老实说，真的很好找。真的发光一次，真的是好走到不行。好，我发了。啊，好，发光两秒，一秒没了。我再发一次。两秒，一秒没了。好，再一次。两秒，一秒没了。没有发光，不是啊，我透过建筑这样穿过去都没看到发光的、啊。太猛啦！对啊，这个要结束才跟你们讲。对，结束再跟你们讲。好、啊，我觉得我感觉它应该是跟烽火台连着吧，可是发光还是会看到啊。没有没有，它那里原本是不会发光，你们发光的时候才会亮。啊啊！我发光用完了，结束。我用完了，我还有一个，还没，就他们结束。我还有一个，你没有说发光结束。等一下哦，发光啊！两秒，一秒没了。好、啊，没了。啊！真的完全看不到我扯哦。哇、啊！太猛了 ！GG 思密达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应该大家。投降认输，底下也没有看到啊。倒数十秒再跟你们说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太强了。投降认输，完全没有想到这招哎、欸，说实在的，这真的找不到啦。哎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可以啦，尝试疯狂发光好不好？这用创造的，好好，都没看到啊。你用家里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赶紧发光！哎呦哎呦。有吗？看到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你没有哎、欸，发光到别人、欸，有了，我这一直在 Q 都没看到，哎、欸，好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其实刚刚巧克力站的地方，巧克力他回头，他在机场，他在飞机场，机场最远的地方，最远角落，对，哦，太远，所以是太远了，太远，你们看不到这样，对，太远，哇，很强哎、欸，会用想到这招哇。就是我们那个 chunk 因为还没读到那里，对对对对对，它是有发光，可是我们真的是没看到。嗯，
太远了吧，超强、欸！我不会跑酷啊，啊下面我找不到迷音会迷路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刚最后用创造模式哦，360度环绕，一直丢都没看到，因为太远没有过去了。对，你要再站近一点，再近近一点。我想机场都没人要来啊，我就来机车啊，因为机场的红点太少了。怎样？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超强！有，至少这样大家都知道啊。嗯，找不到人，找一个人就要去机场看一下。对，就要去机场看了。机场最大最广啊。嗯，来，噔噔噔噔噔，哦哦，好，音乐繁星都很会躲的。哎呦，哪里会躲？哇，你刚刚整个秀全场啊！来，哎呀，哇，走了。只有刚想当猎人啊！啊，我想躲，刚刚有地方想躲没躲到哦。是哦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可以躲，对，想躲啊啊！想躲想到新的战术，那边可以躲。正常战术发光其实。可是我觉得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我觉得会很多人来啊！哎呦，你在全部躲机场吗？没有啦，机场卖挂喽。也在机场呢，我要黑爆你们，我要七个黑屏，哦、至少发光都要有七个 哦。我发光六个，有我讲的，那可惜，没关系。嗯，哎呦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好进来了吧？算了，好，就这样，我只能躺着等享受了。啊不，掉下来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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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，是，哦，还没，六十秒钟，你们应该没有弓箭吧？没有啊，但我们有跳跃提升，对吧？可以跳超高的跳跃提升，可以跳多高、啊？还没多好啊，超高的，谁先发？我丢，我丢，好，后面后面一个在这里吗？一个在后面。后面谁抓？哎呀，我去三个人那边，我去三个人那边，我也去三个人那边。哪里有三个人？阿文杰瑞，你抓，哪里有三个人？哪里有三个人？为什么？我准备再丢啊！我丢！哎，这里吗？为什么会有三个人？哦，有了，有三个人。没有，因为我们从远方看，你们会在一起。哦，吓到我！我就说哪里有三个？我去那两个人那里啊。好，去吧。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区域啊，都是在那里。哦，嗨，哈基，你居然在那边？哦，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在哪。在那个树上，树上的。啊！哈基怎么会躲在那边啊？你走开啦！怎么会躲那啊？你发光，跳不到！哎，繁星，繁星，跳不到，打不到，哎，跳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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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跳不到，打死了。没关系，这个哦，要走这里。哎，这边有那个，哎，这边有。哎，这里你们怎么还没拉？这有两个人呢。不是不是，我这边有一个，我这边有一个，他在树上。还没抓到，我还没抓到，还没抓到，我找一找，在那个角落啊。角落，跳不到，对，跳不到。我来了。繁星，石林黑掉了，黑掉了，黑掉了！繁星，繁星活下去！原来我们在三个同时撞了。别动啊！啊，繁星死了！小玉女人呢？我来了啦，我在旁边了。一个跑酷，一个在树上啊，一个在上面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在上面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发。有没有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你有跳提升吗？我有。这个这里，他在这个屋子上，这个这个，可以直接跳，没有没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跳很高，不行了吗？差一点差一点，你上不来，你上不来了，上不来，哇，那上不来，上不来了，上不来了，上不来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上不来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另一个是谁？阿基呀，没有没有，阿基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酸，加油，不行了，我帮你黑他，黑他，我让我黑他，我让我黑他。啊！团团呢？啊！你人呢？团团？我在想办法找他。在这里啊！我们在，我们三个都在这里。真的假的？我走另一边哎！我是走另一边啊！你走哪？是走另一边啊！嗨！这个熊熊可以进去啊？对啊，这里。对啊。拜拜，这里吧。我后面啊，我慢一点啦，还是看地图啊。屁股，
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找不到了。其实我一直都在跑酷。我们想说奇怪，我们三个人在下面就看不到。我想说，有没有在机场说啊，桶你怎么还没到？快点啊！可恶、没有，我在后面偷偷来啊。他本来在上面的，我觉得他那个发光有没有？如果连猎人都一起发光，这样感觉很刺激。嗯，那队友也可以知道状况，然后敌人也知道、哦，附近有猎人了。对啊，突然间直接躲在你们的身后，我想说可以像那个 Gary Moore 一样，然后你们往前走，然后没看到，到底是有发光太难了。对啊，一回头就看到，一回头就看到，最后一场啦，好，来。又是人哦，又是人，还是要不要让猎人永久发光也比较好玩啊、哦？好啊，也行也行，猎人永久发光哦，可以加十、那就我们慢抢，你们赶快跑起来，加十跑起来，十名个头、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躲这了，这里有东西啊，这要躲哪、啊？七个发光真的刚刚好，嗯，好，剩下的就黑黑的了。我那我不用买，没什么用的，当辅助啊，当辅助。有了，我八个发光，四个黑屏。我九个缓速，你们要缓的时候跟我讲。躲哪了、欸？不知道躲去哪里。该躲的都躲了，不知道躲哪了。杰克是要怎么上去啊？哪个？这个啊？这个我不知道、欸。躲啊，算了，没东西啊。Hello， 这按钮是干嘛的、啊？后面这个按钮，你说这个吗？会把说明刷新哦，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不给你买，不给你买，调、皮。等一下，你们该不会没躲好吧？还没，找不到地方躲，十秒，最后十秒了，上面就这样而已啊，我以为更多。找不到地方躲、啊，白痴！好来，你在哪？先晕他们，谁先用发光？我先。好，你先，我在这。用了三个在那里，三个在那里，我都在那啊，还有一个嘞。那里一个在沙漠屋子，我去沙漠屋子啊。好，那我去那边。往左。对，我再发一次，你们看。好，我怎么都在那里？你们在干嘛那里啊？你们怎么在那里？感情好啊。哎、欸，错了！啊，这个怎么跳下来了？要怎么走？左边？不是，我想试试看这个。等我一下。你要干嘛？等等。好好，你要睡这里的，不是繁星。你是要进去里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知道怎么进去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。你怎么又那么远啊？你是逃出去了？哪里？进没进不去？在哪？谁？哈哈，八七问号。因为我刚。看的时候可以啊，等等，等等，哎，你怎么现在里面了？有蛤蟆是？他进去了吗？还没，反正先进去，全部都是蛤蟆是？为什么？你试试看，有一个，有一个可以传送，不要动啊！要动耶！好慢，看不到了。对啊，这不行哎，他这个感觉出问，就是有几率啦，这个有几率。哇，你们怎么有几率？繁星一直想进去一个地方，但进不去，指定区吗？不是指定区，它下面有个空预设好的。完了，我迷路了。啊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那你要干嘛？你要去另一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没有啊。啊，你杀了我，从那看。哪里啊？阿公。好，这边。哇！你又躲去哪了？这可以。你们不知道这是哪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。你们加油！我不行了，我出不行。不是这哦。不是吗？你应该出来了吗？你怎么还在下面？哎，怎么有一个人在长城上啊？我看有人在长城上。刚是以为走错。哇，在长城上，我那个长城要从世界树这边。我一直在被八七吗？世界树那边怎么跳？世界树怎么直接往上跳啊？直接往上啊！你看得到我的位置吗？看不到。哦，跳跃加速直接上去嘛？对啊，你就直接上去啊！加油，你们加油！哦，从那你就整慢慢跳过去啦，繁星。哪里？我这边，熊熊旁边。哦，长城可以直接跳过来哎！哦，完了！可是这怎么来啊？我就不知道哎。这里，这个门进这里啊！哇，我刚刚先杀繁星了，哎，有人就是我们刚刚下面，有人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是好，有人从长城下去了，还在跑，还在跑，左边，这水下去不行，看不到了，水可以下去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出不来。还在小鸡，这个门啊，嘿。加油！这个门旁边有一个按钮吗？对啊，不行啊，我已经杀过，不能帮巧克力。你要怎么跳进去？
可是我出不去，我在那个红砖迷宫里，我找不到路。可是他应该可以从这边进去才对。啊，从旁边这边跳吧。我出来了，我出来，我出来了。斜的跳。谁？不行啊，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。那个谁还没抓到？我还没玩。杰克，我已经抓过了。杰克，你在追前面那个吗？没有没有，杰克港口区，杰克港口区。港口区是不是？那我可以抓是不是？这个对，这里有跳跃提升，我们不用躲。抓！哎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不是1:13游泳。糟糕！我天哪，好烦哦，这个人。不是啊，我在这里了。你们在哪里啊？面下一起跳。哇塞，这里好可怕哦，这里太多的通道了吧？姐姐还在那里，那远方那有了有了，有人在追了，有人在追了。对对对，我杀过了，我杀过了。哇，你杀过，那你怎么进去的？他有一个白色的屋子走进来的啊！这里我知道哪里，里面有很多的杆子，然后你要走到最下面。对对对，我刚刚原本想要躲那的啊，下去了，哇，怎么就跑去那边了？下去了，哎呦！先到小雨刚刚躲的那边，先到小雨躲的那边，很多的杆子。对，先他有一个树屋那边，树那边。阿静，你要教我们啊！好，可是这里要回去也很难啊。觉得还在坑啊，我们也都在坑啊，很难。好像是从这里，这里上不去了吧？你应该上不去了吧？这里不是吧？这边没有，这边我只想要走另一条，看能不能过去那边。这里回不去了，我这里回不去，这里啦，这里，这边有个发光，就在那下面啊。一开始这个白色屋子啊，对啦，这边一直往前走，刚刚原本想躲这的，然后这个水下去。然后他们有个那个树灰那边，不是右边吗？这里另一边，对，右边。哎，你先走。走了。有点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剩10秒了。音乐不要跑，音乐加油！我可以再打一次吗？我可以再打一次吗？我可以再打一次吗？快了，快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2、1，我想摸到一个屁股。我想摸到屁股。好厉害哦！好会钻哦！这人不知道怎么过去啊，一直在那边。我好想躲，没躲过，被鱼躲走了。没有，我分配没好，超会躲，超会钻的啦！要赶快沟通说要去抓。他在哪里啊？一开始刚刚在小雨在我那有一个木质的门外面绕来绕去，然后小雨要进来的时候我就隐形出去。嗯，对，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看的是杰克还是影月，就是在那个一个方位，然后我就跑到那个红砖屋，完全就出不来，找不到那个红砖迷宫，就一直走，一直绕，一直卡在里面。还好，最后那个杰克在外面轻松抓。对啊，因为杰克因为原本在长城上啊，想要有人跳上我也没办法。他如果一直躲进后，我也躲不掉。哎呀、啊，可惜，我这还蛮刺激的。哎呀、啊，可是现在已经差不多没地方躲了。这张图没地方躲了啊，该躲地方已经攻略完这张地图了。换下一张，换下一张。好，换1:14。OK。跳下水才知道啊，不能游泳，对吧？不能游。而且你那边我一场也是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然后就又走到那个起始点，又傻眼。会1:14，1:14.4。哦，最新版啊，1:14.4。可以进来了。好，进去了。游戏他熟悉的。
我卡卡卡卡卡卡卡住了。凋零风暴，又是凋零风暴，凋零风暴，指令区风暴又再次回来了。哎呀呀呀，要躲到指令区了吗？回来上次结束之后，他又在 challenge 我们了。哦，又有更新，把一些该弄掉的点又用掉了。哦，哎呦，看在作者都非常的 challenge 我们，大家也很喜欢，我们就来再来跑去指令区给大家看。好、啊，所以这次他指令区又有在做一些那个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正常应该去不了了。哦，好好。但是每次去不了，我们都是有办法去到的啊。没错，不知道怎么跑得过去。上次那个是故意有可以设计到可以让过去的，对啊，他都有放红石啊。上次是有啊，对啊，嗯，就看看他现在怎样啦、啊。红石打掉了是吧？好，嗯。那就一个凋零王哦。好，那就来。好，又忘记了怎么玩。哎呦，小绿凋零王啊！我靠，你重生了你耶！哇，只有轮而已。凋零，拿下失踪剑吧！哎，为什么？打你啊！他胜我吹配，对不起，要抱歉这个。你干嘛打我？没有开场，哎呦，开场，我开场扣血啦！哇，凋零王的新技能吗？先揍你一拳。凋零王没有当过凋零王啊，要怎么选呢？选四选一啊。四选一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三拳哪里？好，怎么有这种？让人吓死人！什么？看一下透。什么？还是可以到指令区 啊？你到了？你怎么可以、啊？到了，到了，我到了。还是可以。哦，这么快？你到指令区了？我好像记得这里这好像没什么。不是，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完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你凋零没选到职业。哎呦，还是有，你有选吗？有，我选了。好，那个嘴嘴而已。他怎么我们会发光？他的技能，他技能，他很坏。我没办法，我在布丁布丁。那你自己要不花光一下？对啊，花一下。杰瑞怎么在楼上？我就慢慢走上来了。我找不到路。你要去哪里？会到哪里？就又回来了、不是，有人在跳。他可以下来，这有方便的东西。我就逃。OK。那怎么说？我找不到。就一直的望向着远方就好了。干嘛、啊？有我有问题。找一下我们。跳蛋。啊。啊。哎。哦。可是因为按钮有延迟，你知道的。对。他跳下来，我逃，然后他就回来，我就跳下来。哦，现在走不出去了，小雨应该有找到人吧？我觉得先走了，先走了。找到。小雨怎么看？我不知道啊，人呢？所以影院现在是在指令区吗？我在指令区逛街啊。哎，你可以去指令区哦。好想去哦。我在跑，那外面就有两个人在跑跑跳跳啊。没有，他们刚刚在我旁边跑走了。哦，走啊！没有，并没有。有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人在那个空岛上面呢、啊。有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哪在空岛的啦？没有啦，跳走，他跳走，追他，追他，没有啦，追他，追他，没有啦。为什么爱玉米这个大了？失去，我是他们的奴隶。没错，是他们的奴隶。刚是云月出卖你的位置去找他，去找他。我只是在指令区逛街而已啊！哇，也太像了吧！啊！你不要来，跳得过去，可是我有点不太敢跳。跳一下啦，跳一下，不用怕，顶多死了变奴隶而已啊。对啊，跳上去就当变奴隶了。对啊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你在怕的啊？所以这里有机会还是的。刚有人在传来传去，有人在搭电梯。传去，
咦、欸，所以那个大楼的左手边有路可以下来哦。咦、欸欸欸，你把我传走了，老猛老猛，杰瑞，打不死你，不是快走快走，我可恶，可恶，我是蠢狼啊！你是蠢狼出来了？哎哎哎！小玉，你别再来了，小玉。你不要再跑了，是你别再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打我两下。哇！你别、啊，你别，不行。我再撑个一百秒都可以了。啊、哦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哎、欸、呀！哎、欸、呀！我看不到其他人，然后抓这个感觉，我抓得到的。抓得到吗？你抓得到吗？你抓得到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是跟你讲，我这个玩法很多啊，很讨厌的哦。我这有500种玩法啊。哇，是哦。对啊。这个哇哦。哇塞。很讨厌的、哦。我就跟你玩这100秒。哈哈哈哈哈。完了完了。完了。你干嘛啦？好哟、欸，真的味道是大了，没事啦。快跑、啊！我也在指令区逛街。你也在指令哦？你要找影月是不是？可是好像要啦，会不会是心理学？心理学战法，心理学战法。我会摔死吗？你死了就变小僵尸了、哦。这一个、欸嗯，对啊，你就没有技能。哦、欸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不会摔死。你不会摔死。我不会摔死。你这样犯规！你这样犯规！哇！耶！居然利用不会摔死的方式，好棒哦！可恶！哎，我弄了70。哎，我用我的一条命去测试我会不会摔死、欸。哎杰瑞嗨！嗨嗨，在哪？什么地界？然后有没有？